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其实天气非常的好。目前在园区来说，基本上已经有上看进到5000人左右会进到园区。那预计在明天的大年初二，我们有机会可以3万人入园。那因为今年是配合兔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也推出了，只要是属兔的全国的朋友，只要是属兔的朋友都可以享受非常优惠的价格，可以进到园区。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春节非常好的假期，来到远雄海洋公园。当然，我们观察，当然除了疫情解封之后，再加上天气，还有整个交通的复苏，其实非常的快速。然后，其实所有的业者也准备好了非常精彩的一个春节的活动，才会吸引大家，还是陆陆续续的到花莲来做游玩。